早安先生，早安呆呆，你好吗？我有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你那英的布斯比达，我今年33岁，我的身高157公分，我的体重75公斤，我的学历高中毕业，我离婚了，我有2个小孩，我会做家事，扫地、拖地、洗衣服、当衣服、煮饭、煮菜。我会照顾老人家，我会照顾小孩。我已经在台湾工作3年，我只想香港工作，好好赚钱。谢谢。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的名字叫Nina Indapuspita。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33岁。你的身高多少？我的身高157公分。你的体重多少？我的体重75公斤。你的学历是什么？我的学历高中毕业。你信什么教？我的想去外教。你结婚了吗？我离婚了。你有几个小孩？我有2个小孩。你从哪里来的？我最近来的。你有几个兄弟姐妹？我有5个兄弟姐妹。你为什么想要去香港工作？我要去香港工作赚钱。Okay. 你有工作经验吗？我工作台湾3年。你可以吃猪肉吗？我不可以吃猪肉。你怕不怕婆？我爸好，好，谢谢。